别害怕，别害怕你呢。好了，来后边，后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来来来。啊，不要哭，不要哭啊！算了算了，我不哭了。好，我们进去，我们进去。来，我只骂男孩，不骂女孩的。不要哭，你进来啊，你干嘛啊？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乖乖乖。哎呀，没事的 ，OK。别哭了。还有一个他不进来啊，我去请他。我们要关门了，干嘛？干嘛？你进来进来，你打烂箱子没有了？来，我们进去，先进去。干嘛啊？敲什么门啊？别哭了，看看里面环境。我告诉你，你很高兴吗？很期待吗？会想办法。走开！走开！他为什么要哭啊？你穿上爸爸了吗？没事了，别那么生气，啊！我才不管！啊，勇敢一点！我不跟你！你跟一下吧，没事的。我怎么相信你？你相不相信我？相信。你看见我，有人相信我？没事了啊！来来来，你有没有纸巾啊？有没有纸巾？给他擦擦鼻子，有没有啊？卫生纸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用过的，没有用过的。来，别哭啦！哎呀，来来来，擦干净，很脏啊。那我们进去里面看一眼好不好啊？冤不？我们就进去一回啊，你就还一下再进来 ，OK？ 等一下见 ，OK？他为什么生气呢？我觉得等一下他就 OK 了。你刚刚为什么没有开门啊？我以为是坏人来了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是谁。小孩不是坏人。啊，对，我先跟你们道歉，刚刚那么凶，对不起啊，你们能原谅我那么凶吗？哎呀，我已经原谅了。哎呀，你真的太……我也是原谅你了。你们真的太好人了。那我要不要跟康康道个歉？你觉得？对。有必要吗？有必要吗？那我去道个歉吧。康康，为什么你不进来？进来。康康，里面有好多人，很好玩。进去嘛。叛徒。我不是啦。是。我是一个很可爱的姐姐，你看我多美啊。对，好好看呐。好好看呐。我觉得你爆漂亮。爆漂亮啊！你真的有眼光啊！我漂亮吗？哎，你看，大家都说我漂亮。她比是一个女孩子，她也漂亮。枪枪，对不起，不用生气了，我都道歉了。那，我刚跟你道歉有没有啊？原谅。啊，她原谅我了，我们一起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原谅就好了。大人都会做错事的嘛，我现在向你道歉啊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乖了 ，OK， 那不生气就好了啊。来来，我们进去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我们进去啊，看看里面。我看到里面房子都是人，你给我们家过。不哭了，刚刚哥又不是胆小鬼。走，看。